哇！这天天看起来就好食嘞，这间哦是爱排队才买得到的嘞。哇，米莱大嫂人真好。哎 我想加钱。好，我雄雄收起来，我有资料还没看的嘞。阿姐啦，你资料在我遐啦，我调你，先出去啦。哎，哥啊，阿大嫂的，哎，不不不，这甜点啊，得搞你处理啊。Marco 啊，你最近啊在部门处理公安意外的代志，一定足辛苦的。来，吃一个点心补充体力啊。你先扛下就好了。是不是我雄雄走来你的办公室，让你不欢喜啊？这点心哦，是我排队排足久才买到的，你就看在我的心里，吃一次。你先扛下就好了，我等下吃了。你是不是在等谁啊？无啦，是因为阮开会时间到啊，所以你、哦、我了解了，我先离开。喂，老板的、哦，欢迎。你对每一个来找你的人客拢这么搞你数？我若是讲会当给我真心开门的人客，就讲你，你敢会相信？来，小姐。哎，这甜点。你甜点安怎？听讲这甜点哦，足好食的，啊，不过足歹买。我走几落街拢买袂着，想袂到今日才看到伊。那是因为我听讲你要来，我专门去排队买，我排足久的。你为着我，专门排队去买？是啊，恁饭店愿意跟我配合，第一时间就借场地给阮开记者会，我当然要好好感谢你啊。小姐，你来啊！哎，崇辉，这你这甜点真好吃呢，你要来一块吧？哦，我知这真好吃啊！啊，这是马可，伊特别排队去买啊，我都听伊讲的。马可，安尼甲你讲啊？是啊，安那，什么问题哦？无问题啊！来，坐回去，来，我甲伊贴。来，明星。